有吃饭啊无？有啦。啊，吃饭就好啦。Ooh.
行。
郑雪玲监事会主席，欢迎。高雄市大高雄观光协会的中心部理事长，欢迎理事长。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高雄地区办事处的杨子云副理事长，欢迎你。以及还有我们高雄市观光旅馆工会的徐家仲总干事也来到现场了，欢迎总干事。以及再来要介绍的这一群很热情，很热情哦，眼睛在看你们的哦，等一下要把满满的这种快乐的感觉跟现场的朋友分享。再次欢迎我们凤山区的里长们，里长，来家好水，里长好，贺喜贺喜，感受到大家现场的热情了。那继续呢，还有呢，今天特别从泰国呢来到高雄，又来参加我们明天十月十号的国庆升旗典礼，来自我们泰北文教推广协会的段家寿理事长，还有欢迎我们所有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好，刚刚 Vivi 有特别跟他们交代说，那个升旗典礼是早上七点，所以今天要早一点睡，明天要很有元气的，在我们的升旗典礼一起呢来庆祝我们的生日。好的，那等一下呢，马上在主舞台，我需要大家的掌声跟。